好，我是阿尔，我是耀仔。哎呀，耀仔又来了，搞得好像一对情侣一样，初恋的频率，怪怪。等下，今天我们要来点不一样的，一样是 UA 系列，但是呢，因为对战的组合，说实在的，因为我们牌太多了，对，所以要怎么样去对战，我觉得很耗脑。那既然这么耗脑，不如我们用抽的。哦，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个算 1.5 以上吧，几乎啦，我们就说 T1 好不好？好，没问题，哥。T1 随机大乱斗，今天参赛的包括绿旅兰斯洛特 T1， 对，啊，我的素挪 T1， 紫偶，啊，紫色的这个，对，有紫偶，偶像大师，哪一部 T1？ 哦，黄色奇异前半嘛 ，1.5， 对，还有一个蓝色监狱，那个应该算是掉，没有再这么主流，就是混了几个地雷。对，有机会抽到 T 表以下，对，然后还有一个有趣的这个幻影旅团，因为他也不在 T 表的什么了不起的位置，哦，抽到有可能是地雷，没有，大家等第三弹，等不到，暂时等不到，所以呢，哎，大概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呢，每一个盒子上面都贴了号码，但暂时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们就只能用喊的，好，我们就直接现场来看什么打什么，不然你先喊，来者是客，那就九好了。九号吗？九号，这个吗？对，来看一下。哦，兰斯洛特 T1 中的 T1 啊，大钢弹。我要猜他们排号码的概念是强度。你九号是兰斯洛特的话，八号，这个吗？没错。来，各位观众，也不错，稀疏。幻影旅团，那我赢定了吗？好，那么就是幻影旅团 VS 兰斯洛特。剑道石头布天空 ，OK， 野批团长，团长来了，两个 AP 走了，一个 AP 下我们的妹子，抽一丢一，好，你看的滚，好，再一个 AP， 狮子皮换你，好，两个 AP 回合抽，野批抽一丢一 ，OK， 丢个小 D， 野批，好 ，OK， 站着场人，好，换你。抽牌 ，AP 一样，他一体铁路，一个 AP， 然后再下一级龙 ，Suzuki， 再下一个在前面，然后负责挡的，哎，哦，一滴都不给你偷，换你，真的是一滴都不给人偷，哎，好，回合抽，3500，好讨厌，给我偷，但是我还是要挡一下 ，EAP 伊尔米，好，登场抽一 ，EAP 团长在前面。哦，登场效果从牌组上面翻四张，找幻影旅团上手丢一张。那如果这个效果丢掉的是三倍以下的幻影旅团的话，直接发动那一张幻影旅团的登场效果。哦，好，没问题。好，吸索，然后丢一张手牌，然后我丢掉富兰克林。那他是三倍幻影旅团，那他的登场效果是对手前线全部扣500，啊，加减扣其实对这一局没什么影响。OK， 剩三件，最后一 AP 抽牌。OK。好，就这样就好了，结束。欸，挡死你！抽牌，上来偷血吧！我要偷死你！等一下，我想一下怎么偷哦。偷死你！哎呦，暴力狂 ！EAP， 哎，一样，抽一丢一，没问题。有掉 EAP， 科内利亚，没问题。EAP， Vadis， 哇 ，Special 炸掉。好，那 Suzuki 先攻。好，来第一片，来是 Final。好，再来 Suzuki 第二下一样，呵，哎，可以 Ledo， 哦哟，看一下要不要涂哦。现在涂出来，我只能复制抽一丢一而已，好凄凉，上手就行了。好，没问题。好，那接吗？这个下去吧。OK， 换人。好，回合抽，先把库洛洛往前，让你看1500的威力。好，后台有6了，我们来干大事，我干大，没问题。来，两个 AP。西索，然后西索登场效果是选对手能量线的一张牌往前拖。那如果你的前线没有空位的话，才会是交换。OK 们，对啊，现在我看到，哎呦，好空啊，上来，哎，来 ，Final， 回 AP， 两 AP， 西索。好，那可以再把这只再这样。哦，可以，很聪明哎，来这两张交换。好好，让你的后台剩3。好啊，好 OK。对的，好，那就结束了，没什么特别的，我就是想要在这回恶心你。对，就是想搞我，就想搞你一下而已。好，招牌，哇，手牌好干啊，对，好渴啊，欸，再一张，你是不是有6费啊？下不来啊？是不是有8费啊？下不来啊？十字可以下来，然后这只去前面，没问题。EAP， 十字 EAP，
啊，再来一次，白力，哎，没问题，下去，哎呀，我的西索，好，这次先 Suzuki 先，好，我们先挡一下，我猜你会有加三千，二五，最后一张，最后一张，什么怪癖，我会有加三千的，哎哎哎，打牌玄学啊，一五，哎，然后最后一遍，哦，哎，再一张 final， 还是，哎，累的，对，累懂哦，累懂。哦，团长突袭的效果是复制自己场上除了酷洛洛以外的幻影旅团的效果的登场效果，重发一次。来，这张跟这个换位置。啊、哦、好，对，换人。好，回合抽。想想看啊。好 ，A P 抽。然后 E A P 放团长，那他是翻四张效果。OK， 翻四张找个旅团，没问题。给你看个恶心。哎。丢掉这个，那他是幻影旅团，所以复制他的登场抽一丢一，没问题，没问题。最后 EAP 放个杰诺老爷爷，好，那就进站街啦。这张西索先四千五带冠第一片，第一片这个吗？啊，也可以。哎、欸，那抽一，我刚以为是哎，好，抽一四千第一片，那就来吧。好，八费上手，但完全下不来。嗯，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结束，招牌横抽。滑步，来吧，突袭科内利亚女王，没问题。看五张，抓一张二以下的绿色。好，妹妹啊，哪哪里？那把我们的妹子压掉吧。移除登场，抽一丢一，丢他。哎、欸，巴费扔掉了，为什么要扔掉呢？请问？不是、啊、你一直搞我，我根本出不来呀、啊，因为出不就出不来呀、啊，因为出不出来啊。一个点，好，先回个 AP 吧，压掉 Suzuki。哦，好，后台现在有七了，对，登场抽一，突击六倍的 Suzuki。哦，现在有五千了。好，那登场到我下一个回合自己回合开始的时候，攻击会加一千，是，等一下都是五千，十二千啊，这么凶，得下去了，下去吧，酷洛洛，没问题。可能会被挡住，可能会被挡。来吧，会过一拳啊，会过一拳。再换你，好，直接吃吧。来，中间，中间，这是怪癖。啊，加手。哎、欸，好，换你。我抽，我先把老爷爷推上去。两 AP， 西索，请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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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场效果，这上有五千呢。跟哪里换位置好了？好好好好，来，妹妹上来。哇，好贵的妹妹。EAP， 我为什么把它留在这呢？因为我在屠它。那突袭登场效果复制一次，我复制西索。我们把这张跟不会滑步的换位置。好，哇塞！我觉得这一场大家可能看不到正常的兰斯洛特，因为巴菲根本下不来。巴菲根本下不来。好，来贯通一第一片。好，来吧，加手。好的，贯通一第一片，永远不缺手。哇塞，我会被贯到死。掉吧，好烦！一滴铁路，一滴铁路，三千五，你要游戏化。好，挡，没问题。好，换你抽牌，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手牌，你就知道无奈、啊。你知道正常情况下我八倍应该已经可以拍两台出去了吗？横抽，好，出去吧，妹妹，谢谢你的牺牲，挤掉了。我看一下你西索剩几张可以吗？西索都出来了吧？我应该不会再看到它，还有一张，好，还有一张，还有一张。OK OK， 好啊。但是你要这样子想，西索就算四张都出来了，但只要有一张在场上，我的库洛洛会继续复制。Suzuki， 没问题。抽一，请给我奇迹吧。我们解个一张库洛洛好了，是 Varys， 棒，十二，好，这个挡嘛，四千五会过一拳啊，无论如何，四千，来吧，过一拳，第一片这个吗？对，噗噗，是库洛洛加手。OK OK， 好，不是那个就好，不是那个，不是突袭的，不是突袭。OK OK， 好，换人。好，咳嗽，好痛苦，好痛苦啊！天哪 ，EAP 库洛洛，好，登场效果翻四张。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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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库洛洛吧。哇，好烦啊，好燥，我现在超级燥的。啊，丢掉这家伙，然后登场效果是抽一丢一，重发一次，抽一丢掉守门员。好 ，EAP 刚刚抽上来的不会吐出来，请说它效果是什么？好，复制它的效果嘛，然后拉这个滑步的上来，绝对不是。我要让它跟科内利亚换。好，我要把你的钢弹留着。为什么我要留钢弹呢？因为我会龙头细化。场上如果有奏迪克加三张以上的话，是五千。其实真的，我这把手牌很顺哎、欸。近战街，三千五第一拳，啊、这三张都有贯通。
你就看你要拿谁接下接一下就好。当然是他嘛，这个没问题。这从头到尾没有接的机会，你都是惯的。是的。来，西索丢你扑克牌，哪一张？哎，这个最上面的。Paris。哦，我哇，本来可以拍出来的，我们都知道本来可以吗？我们一直都知道本来可以吗？团长，哦、他也等于西索给你一本书，这张吧。哒啦。哦，哎，哎，那里啊，没有用啊，没有用啊，没有用啊，最后一下 ，I hate you， 最后一下给你看一本书，盗贼的记忆，谢谢。我从头到尾都有，而且我的东西有这么多。这一局也是把上限打出来了，充满了西索跟库洛洛。我的手牌是上限，但打出来的东西。对，各位观众，这个组合只是为了要对付兰斯洛特，其他的场合不一定有用。想不到。想不到，刚好 counter， 就有点像是如果对方是鬼王，刚好碰到死病，你就会被一直移除，你的目的凑不到一样的这种 counter， 拜托让猎人补加上来啦。今天也是想不到结局啊，哎、欸，蛮好玩的，要不要下一集再抽一次？没问题，蛮好笑的。好，那这两套希望不要再看到幻影了，那不然我们就等一下把这两套移掉。好，蓝色梦，把这两套移掉。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的话，好不好？记得锁定一下，接下来很快的就会有下一集了。喜欢耀仔的话，记得一下订阅他的频道哦。对，然后耀仔那边也会有一支影片是跟我对战的啦。没有错，对，是新拍的。没错，要记得大家锁定一下耀仔的频道。OK 啊，不要忘记订阅我。好，大家拜拜，拜拜。